请看《光明觉品》第十段，光照十方，寄诵第二首开启，十方无比善名称，永离诸难常欢喜，普以一切过途中，广为宣扬如是法。这一首记是说诸佛如来成就之后，他所做的普度众生的事业。我们一定的要知道学习，学习就是怎样啊，把佛法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间广泛的宣扬。最重要的学佛啊，为什么呢？只有学佛了，自己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无比殊胜的受用啊，都从学佛当中来的呀。你要认真去学习啊！啊，怎么个学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样子做出来了，典型模范了啊，做给我们看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境缘，统统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道业上，他才能成就啊。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思太乱了，太杂了啊，事法杂，这个佛法混杂在一起，一样都放不下。所以纵然有很多年的修学啊，结果呢一事无成啊。这一桩事情确实，你放下一分你有一分成就，放下两分有两分成就啊，不肯放下完全没有成就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能够稍稍放下少分的，他就有少分成就啊，多放一点呢他就多一点成就。一定要学着放下了，放下帮助你看破啊。看破什么呢？第一个明理，你展开经见呢，你看得懂了，这就你看破了。这个里面的奥秘玄义啊，你明白了。古人所谓说你参透了，这个参透了这一句话了，前身差别悬殊很大了啊，参透一分，参透两分啊，总归只要你参透你得受用啊，你参不透啊不得受用啊。啊，受用啊，简单的说
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没有烦恼。这经上讲啊，长生欢喜。那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啊。啊，所以记住我们前面所讲的啊，佛教给我们最基本的先做，决定把它落实啊，再不要啊沾染世俗的习气啊，世俗的习气不善的习气啊，染污的习气啊，自私自利的习气，贪嗔痴慢的习气，啊，贪名贪利，事出世间法都没有离开贪嗔痴，他怎么会有成就？啊，这是首先要知道的，啊，首先呢要做到的，啊，你看十善后面意业。不贪不嗔不痴，啊，身口意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你身口要做到，意就清净。啊，身口做不到，意是决定不会清净。不杀生，不仅仅是不杀害众生啊，决定不可以叫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对不起众生了。啊，众生不喜欢我，讨厌我，我看到的是赶紧回避他，让他生欢喜心。啊，这不是怕他，啊，是布施欢喜给他。啊，不偷盗，决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有占别人便宜这个念头啊，那是盗心。虽然你没有偷盗的行为啊，你的心已经犯盗戒了，大乘戒里头已经犯戒了。啊，这些微细的地方，出家同学《沙弥略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十善业道经要读，要研究，要听讲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个十善业博大精深啊，一直到如来地，到究竟佛果都不能离开。三句境界无非是十善业道的扩张啊，啊，归纳起来就这十条啊，扩张这个展开来，三句境界八万细行，这是根的，事出事法都要从根本修学啊，这比什么都重要。
有这个根本啊，这个是我们佛门讲的善根呐、啊。有这个善根，你才能学佛啊。你只发心学佛，一入佛门，佛家就把修行的总的纲领、总的原则传授给你，这叫三皈依啊。总的纲领一定要记住，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所以三皈叫翻邪三皈啊。我们今天这凡夫，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迷，都是邪，都是染。现在反过来，我今天要学佛，佛与菩萨他们不邪，他们这个不迷，他们觉，他们不邪，他们正啊，他不染，他清净。我们要学佛菩萨的觉正净啊，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呐、啊，绝对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这不是佛法啊！所以你要问呢，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与觉正境相应的正法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法，觉正境啊，这迷邪染呢，那就不是佛法。啊，那就邪法了。不难辨别。不仅仅是佛经，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的典籍，你展开来看，是不是都是教人修觉正境的啊？都是啊。虽然都是觉正境，觉正境的层次不同啊，这当然之理啊，根性不相同吗？所以在佛法里面有真实说，有方便说啊，所谓是真谛说谛啊，佛以二谛说法啊，以说谛是随顺众生的常识来讲，你很容易懂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随顺众生的说法，俗说的，俗地说的啊。如果跟你讲真地，跟你讲呢，真地讲你不懂啊。真地跟你说极乐世界就是此方，此方就是极乐世界啊，这越讲越模糊了，迷糊了。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里面就这些诸种说法了啊，那是什么？那是随顺佛知佛见讲的。为什么呢？佛在心底极静的时候啊，静极光通嘛，证得了极灭人了，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呀，
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这里啊。啊，这个没人懂。啊，没人懂的，佛少说。佛对哪些人说？对大乘菩萨说。啊，对大乘凡夫说。佛说法有对象的。啊，中下根性是一定跟对象，十万亿佛国土。啊，佛不识妄语。啊，这个叫善巧方便呐、啊。善是这个只是纯纯善诱啊。啊，你是中下根系根器慢慢的啊培养你，诱导你，提升你，从中下提升到上上根呐、啊。上上根不是天生的，是培养的。啊，从下根培养成中根，从中根培养成上根。这是教学啊！普益一切国土众，这是本愿。你从初学佛的时候，你就发了这个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无边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啊，你不是局限在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愿不是这样说的，娑婆众生誓愿度不是这样讲的啊，不是说地球众生誓愿度，不是这样说的。你说一切这个范围太大了。啊，一切里头包括十方三世。啊，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你都要度。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我有心没有力。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么你修行成佛了，不要说成佛，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分正即佛了，就有这个能力。啊，设方刹土，哪个地方有感，你就能够去应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完全靠感应大教啊！啊，应化在九法界里面干什么？广为宣扬如是法。这个如是法就是一切诸佛为众生宣说的一切法。这句对范围大了。一切法这当中说什么法呢？感应，自自然然呢，你能够观机啊，你知道众生的根性知道众生的程度，知道众生的形态。所以不是佛想说哪个法门，不是的，众生哪一种法门的时候对他来说呢最恰当最适合啊，他会很欢喜接受，
现前后来都能够得利益，这就对了。佛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没有，不必要。一接触就明了，不接触的时候不知道，不接触的时候佛心地一片清净，清净即灭，一念不生的，一接触时通通明了，光明遍照啊，照见这个众生呢，过去生生世世啊，一向他学的是什么法门，他干的些什么事业啊，能够随顺呢，那真叫驾轻就熟，他学起来一点都不困难。如果过去没有学过，现在学一门东西很生疏啊，生疏就感觉到困难，学起来没有兴趣啊，很不容易得受用啊。那么这个是佛陀说的，这叫什么？不切机呀！佛能观机，我们前面说过。佛有三明六通十力，所以跟众生一接触通通明了啊，为众生实现，实现都是教化啊，做样子给你看，善根深厚的，我们常讲上根立枝，一看佛这个样子他觉悟了，不用说话，中下根深的人要说啊，上上根的不必说啊，一看这个样子他就明了了。我们要学的不怕苦不怕难，平等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我们单看六道，六道众生都苦，都有灾难。灾难是什么呢？灾难是轮回，天人固然是乐，善报报完了，再没有善了，他就要堕落了，恶报现前了，阿赖耶里面善业种子都报尽了，剩下来的是恶业啊，那报尽呢，天福就没有了。你阿赖耶里面不善的种子起现行，这就堕三恶道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六道里面的苦乐生成呢，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是自己为师所变呐、啊，这佛讲的好啊！啊，中国古人常讲自作自受啊，无疑不是自作自受啊，总要搞清楚
搞明白。啊，真的清楚明白之后了，从今而后不造恶业了。啊，过去造的没法子，忏悔呀。啊，改过自新。啊，虽然改过自新，积功累德，只不过是把恶缘断掉，因还在啊！啊，因在阿赖耶识里头啊，他没有报，就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消失。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个世界，一切我们都愿意接受。啊，顺境、善缘，我们愿意接受，这享福啊！啊，自己清清楚楚，啊，这是我的善报。过去造作善业，果报现前了。啊，善报现前虽然很好啊，你要觉悟，你享受不要过分。啊，学释迦牟尼佛。啊，你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王子啊。明文利养。五欲六尘，那样样具足啊，什么也不缺乏了。啊，你看他怎么给我们表演的，统统舍掉。啊，我是有福报，我不想，我把我的福报啊供养给一切苦难众生就行。自己的福报更大，啊，更大也不想。更大的说，帮助更多苦难众生。啊，众生一天没有脱苦，我虽然有福，我都不想。如果遇到逆境、恶缘、苦报啊，苦报就是罪报啊。这是我过去生中所做一切不善业，果报现前，欢喜承受，不怨天，不尤人。啊，没有一丝毫嗔恚，没有一丝毫报复，消了。阿赖耶里头不善种子起现行，消了。好啊。啊，善恶业通通都要消掉。真正觉悟的人看六道是平等的，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一定要晓得清净心中，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善恶。啊，要知道善恶都是染法，不是净法。啊，三宝里面三宝，净而不染。你看三善，三善道，三善这个善业染的三善道，恶业染的三恶道，染业呀。我们不能再修染业了。那不修染业怎么样呢？恶业决定不造，善业造作不着相，不受果报就变成净业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的净业，这个要懂得。啊，天天为众生做好事。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自己永远保持清净不染。这是经业，佛教出家弟子接受供养，无论是什么人供养，只有四事啊，叫四事供养。第一个饮食，你有身体，你不能不吃，不能不喝啊，饮食。第二个衣服，第三个物具，第四个是医药，啊，你有身体不能不生病，生病是需要医药。这四事供养应该接受的。这里头没有金钱，没有财宝，啊，没有房屋。因为世尊为我们实现的，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真正如法的道场，要像佛陀在世一样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礼请佛啊，去讲经说法，有精舍供养，有庭院供养啊，花园精舍，那个只是供养你在这个地方休息办道讲经弘法，没有把财产转给你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道场主人是谁呢？还是原来的主人啊，借给你用的，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啊，你一点牵挂都没有啊。那房子漏了啊，漏了由房子主人来修啊，客人不管这事情啊。这是真正如法的供养啊。如果把这个房子发誓在我这房子给你送给你好了，给你做道场，他已经出了家了，你这一送给他，他又有个家了，那不是叫他又还回家了吗？错了。如果法师接受的时候，两个都错了，供养的人错了，接受的人也错了。啊，怎样供养是对的呢？借给他用，啊，我在香港这个住在跑马地那个房子，陈老居士供养的房子是他的，他没捐给我，
啊，借给我住，啊，照顾很周到。这个供养正确的，后世很少人呐，知道佛陀的教诲啊。出家，尤其是末法时期，反复一个，善根并不深厚啊。啊，一看道场怎么样，起贪心了，这就错了。啊，所以末世有很多大众啊，大家凑集一点钱来建个道场，真正如法，这个道场建立供养出家人，道场的主权呢，你们这些出钱出力的人自己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个道场，不要让出家人管理，让出家人安心修行，你叫他管事，你就是障碍他了。障碍他什么呢？障碍他开悟，障碍他断烦恼，障碍他修行正果，障碍他往生。那这个道场是谁管呢？管理委员会管，护法了，护法的人管了。出家人在修行弘法了，不管这个事情啊，就好像一个学校，学校里分两个部门，一个行政部门，一个教学部门，出家人只管教学，在家人管行政，这个就入法了。啊，所以在家人在一个学校的教员，啊，在家人是校长，啊，是里面的执事人员，这就对了。啊，那个来求学的这个学生，学生是四众弟子，啊，出家在家四众弟子教学。你教得很好，大家都很欢喜啊，教的人学的人都很欢喜啊，我们就希望你常住在这个地方啊。你教得不好，教得不如法，顶多教一年，明年我就请你离开了，我再聘请法师。用这个方法了，佛教真正能够兴旺起来啊！啊，那就是出家人不可以管道场。啊，你们诸位知道，我这一生能有这边一点成就，靠的是韩馆长啊，他管道场，啊，我只管教学。讲经教学，除讲经教学之外，什么事情不闻不问呐？那道场事情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很如法了。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护法，也是可遇不可求啊。啊，真正的护法啊，
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他，处处表扬他，啊，什么原因呢？希望天下后世护法要像他这个样子。啊，那么他所做的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啊，那是什么呢？年轻出家人的时候，在道场还要担任工作，这就是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啊，年轻人，年轻出家人，纯粹做学生。啊，道场里面的工作，一样都不要他管，这就入法了。那么道场里面的是执事，啊，工作人员，这里面有两类，一类是义工，一类是支付薪水。啊，这是正常的，你道场有收入吗？你有人事费用开销啊，啊，在什么职位看他的工作量，啊，要付薪水给人，啊，他才能够长远为道场服务。啊，韩馆长就是这一点没有做得圆满，但是已经非常非常难得。啊，他自己是义务的，道场做这么多年他自己没拿薪水。啊，他先生在的时候先生供养他，先生不在的时候儿子供养他，儿子很孝顺。啊，那我们希望是能够更进一步的真正懂得护法。啊，护持道场一定是在家人。那么护持道场不是容易事情，你要不懂佛法你就不会护持。啊，真正懂佛法，真正有修行，他来发大心啊！啊，这是佛陀当年在世为我们所示范的。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在古时候，道场人众多，啊，多得到几千人。所以常住工作几乎全是义工，马祖百丈甚至于提倡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出家人生自己来管理自己的道场，这很不得已了。但是你看看祖师大德定的制度，啊，为常住工作是有期限的，不是无期限的。啊，期限多长呢？一年。你担任执事只有一年，这个很合理啊。一年之后选新的，就是说常住事情大家轮流做。是佛务啊，是为这个真正修行人啊，为轻重啊，为这个弘法的法师，是为他们服务的呀。啊，服务你就不能专心学习，这肯定的事情嘛。啊，因此服务的这个时间要降到最短。啊，所以期限只有一年。
啊，从住持啊到这个所有的堂口，这个丛林是108单呢、啊。腊月30总辞，辞了之后马上选举啊，选新的啊，明到明年的这个明天初一就整个换班了啊。所以从住持当家，所有执事是为大众服务的啊，服务是修福啊。讲经弘法啊，这个参禅念佛修行修慧也，这个道场是佛慧双修啊，一团和睦啊。真正是六合敬啊啊，所以这种道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现在这个道场没有了。我在台北也是建立一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这个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有薪水的。最近我们前一届的总干事简凤文居士跟我商量，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到今年20年了，我们在最初有约，在我们这个机构服务25年的，满25年的，我们一定要送他一个宿舍啊，送他一栋房子，他可以住，将来可以养老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筹备这个工作了啊。他来找我，我说好好事情啊，好像地现在已经买了啊，这2年我们来筹钱。在里面建立念佛堂，让他们老的时候能安心啊，我们对得起他们了。那不能说服务这么多年了，老了啊，他退休了就不管了啊，给他几个月的这个薪水就养老金就不管了，这就很不人道啊。我们念一些贫苦救济的工作都不断的在做，那这是我头一个要求记得啊。所以我们也想盖一个像小型的弥陀村啊，他们喜欢的在一起，我们退休出来之后在一起共修啊，必要的时候堂口里面有禅堂，有念佛堂啊。因为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一个专修专弘的机构，是纯粹对全世界佛教服务的机构啊，跟这个印光大师弘化社的性质完全相同啊。我们这个印经、佛像、善书啊，到这近代的时候有录音带光碟流通到全世界啊，完全是免费的啊。经费从哪里来呢？是社方同修们赞助的、乐捐的，我们不化缘啊。我常常说人家捐助的多，我们替他服务，我们要好好去做，多做；捐的少，少做，
不捐最好，不捐没事了，我就不要做了。啊，可是这个机构啊，做出信誉出来了，日捐越多，啊，越多越要做啊。啊，这一做都没想到做20年了。啊，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是委托代做的。啊，这些多半是外国的，像南传巴利文的大藏经。啊，他要求我们，这是我们代做的。啊，他把这个巴利文藏经拿到我们不懂啊，反正影印没关系嘛，照原本影印嘛。啊，影印的印好了之后，送到泰国去，送到斯里兰卡去。钱是我们出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啊，啊，拿来找我们帮他印，啊，很少人他把钱拿过来，啊，没有他没有钱的，我们来筹募基金，啊，只要是正法，啊，不是邪教，不是邪法。啊，不是伤害社会大众的，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正面的，我们统统做啊！啊，儒释道都做啊！啊，所以用现在的话说呢，它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后勤单位。与全世界广结法缘啊，我们在世界上法缘这么好，做了20年了，20年没有中断的，天天在做啊。啊，今年我们倒没有这个意思，日本、韩国的法师。他们问我们这个20年呢，这个有没有举行一个纪念啊，他们要来道贺，很难得有这一番情谊啊，这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有这些经论善书啊赠送给他们啊，我们对这个事情都忘记了，他比我们还清楚，不一定20年啊，应该来庆祝，他们要来道贺。啊，我还是婉转的回应了他们，我们不做庆祝，因为做庆祝劳民伤财啊，我们做庆祝肯定全世界许多地方常年接受我们赠送的一定都来到后，我们还得接待要花钱，这个钱总不能说把印金的钱拿来接待，不可以这样做法，那这个钱我们就有问题了，谁来帮助我们，人家捐钱都是指定印金的啊，指定放生的或者是救济贫苦的，他都指定的啊，他没有指定我们来接待外宾，没有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经费不多，我们招待不起，这说实话了啊，也没有人手啊，我们里面的这工作人员真是一个人抵三个人用啊，非常辛劳，真正是发心，因为发心全职在这里，他没有工作他不能赚钱，他还要养家了啊，所以我们给他的这个
工资算是最低的了，能够维持一个普通生活水平啊，这我们照顾到。菩萨发心不是凡人啊，以他们的学历，以他们的能力，在社会其他地方找一份工作，赚的钱比我们多啊，我们很感恩啊，所以他们的晚年我们有义务照顾啊，这也是给佛法做好的一个形象啊，让大家看看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是佛门里面的服务业啊，它不是道场啊，内部虽然有个佛堂，是我们自己这个职员们共修的啊，所以这个广为宣扬如是法，那个法里头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呐、啊！啊，这不过是举例说明而已。啊，法太多太多了，现在时间到了。